盲信嘛，现在怎么成开出租车的了？这么巧，你去哪儿我载你的。拉倒吧，我才不坐你破车呢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男朋友可是大公司的经理，他开的可是宾利，你这破车可比不上。是吗？那我这看你这穿着打扮，跟我拉那一乘客就差不多。你老公他欺负我，哪个不长眼的呀，敢欺我家宝宝？这不你那前男友吗？开出租的呀。开出租怎么了？不怎么的，光荣的。你没坐过是怎么的？不好意思，真没坐过，我出门都开宾利。你见过吗？你开过宾利吗？关的人模狗样，没寻你心这么脏。我没寻你跟你俩好。哎，站住，站住，给我衣服碰脏了，你得赔我钱呢。不，你要恶人了吧？我碰你这衣服能怎么样啊？我可不管啊，今天你要不赔我，你就走不了，听明白吗？给你，我要换的呢，我这衣服定制的20000。你要讹人了吧？就讹你了，怎么了？一个开破出租的还敢欺负我女人，你信不信我分分钟让你下岗？道歉，你给我道歉。小子能分清现在什么局面，凭什么让我给你道歉？把手给我放开。刘总，干嘛呢？这小子欺负我女朋友，我教训教训他。你欺负我男朋友，我是不是应该教训教训你呢？他对，很意外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俩是通过左下角爱聊 APP 上匹配附近的单身帅哥美女认识的，只有加好友就能聊天，而且我感觉他身上有股子韧劲，我提过很多次要帮助的，但是他没有接受，我非常喜欢他，你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管不好自己的女朋友，我帮你管。你信不信我分分钟能让你爬不起来？从明天开始，从底层员工做起，我也让你体验体验什么叫来之不易。这样不太好吧？欺负你就不行。像玫瑰花的唇，越是靠近越被针织。